有人让我半仙自己苦我日三省吾身发现错不在我有人说我大魔王可我不过爱吃一两秒的情人节用喷子越发来毕竟不得的精致老子的硬骨液在鹅塔的地府空发起身西服乱洗所谓让我变出十八最后再去之别的缘啊这个煮鸡蛋怎么卖啊煮鸡蛋啊一块五一个三块钱两个十块钱六个找你 拿三个小本经营概不奢浅在下潜时陪听君一席话浪费了我宝贵的十分钟一次讨厌前边的人更多保持距离这个决定还不错 最好是阴阳相隔我这一辈子谁也没求过除了在座各位的心理沙漏我分最擅长的就是欺人不偿命哦还有斩断人际关系